同我做廿次就驱到四只鬼噶啦！声称识得睇奖嘅31岁梁益晴，以虚假藉口企图促致非法性交罪成。案发喺2007年3月，当时16岁中一嘅女生，经朋友介绍识到被告。我睇你一世命运都好坎坷，你知唔知点解？因为有鬼喺呢个身度啊！少女惊到丧喊，第二晚又撞到被告，佢送少女去搭车翻屋企。嗱，有四只鬼跟住你，想赶走佢哋，做我女友搞年啦，唔可以同其他男人拍拖噶。你同我做20次就可以驱到鬼噶啦，咁又唔使次做晒嘅，分几次做都得嘅。走咗尾班车，朋友又冇地方借宿，就喺乒乓波台上面瞓。少女后嚟话俾朋友听，再通知学校社工，最终报警。期间被告翻咗内地，旧年底先至翻香港被捕。警戒之下，佢话只系同个少女讲笑，翻香港系为咗澄清。辩方话被告同少女瞓喺波台都冇见过佢，佢打算嚟香港接受法律制裁之后，翻内地同同居女友结婚。裁判官就闹被告利用迷信少女满足一己私欲，行为可耻，需即时判监9个月。2004年，被告同样以做爱驱鬼为名，同不足13岁嘅少女喺商场平台性交，第二年被判监1年10个月。